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udge Jumbo 阿全。那我们先放个音乐哦，等一下。那拍这个影片主要是分享一下，也没有要冲装，也没有要干嘛，主要就是 talk 一下啊，分享一下我玩天堂刃到现在，2017年12月11号开服到现在，2019年4月1号，哦，今天都要愚人节，都要喝。大概将近16个月了，快16个月了。那分享一下我的装备，还有未来直播的方向，还有我的目标，还有我总共花了多少钱，那未来氪金的方向，我们就一一从这个影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哦，主要是先有长期看的台人应该是都知道我大概开多少啦，我目前剩16个月啊，那差不多开29480。那我刚刚用计算机掉了一下，除以平均16的话，我一个月大概1800多，我们就用整数1900啊。以阿全来讲的话，我有在上班嘛，所以2000块对我来讲1900，一个月开1900的游戏，我是刚刚还好，还可以玩下去。主要我对这款游戏还是很喜欢的。那这个先拉过去。那你说阿全未来还会不会氪金？我可能也会，就是包月上的话，那个一定可能为了要冲80级，可能就会想要买。那这个游戏未来的状况的一些目标，我先分享一下我可能的里程碑啦，是想要做什么？就是先把这只骑士，这只骑士现在目前79级 13%， 那赶快练到80级呢，我的警卫弓、警卫矛会重复一。接着我会再回过头来玩我本身另外一个账号的，哦，不是本身，是本身另外一只角色的账号，角色啦，那一只是龙骑哦，龙骑已经70级了，再回过头来玩龙骑，然后期待暗骑上，看到时候要转呢，还是再把龙骑喂给暗骑呢，还是说暗骑也再创个新角再练？对，至少要有一只也80级。那到时候如果包月上的话，我会买。让第一个目标就是让我的红变两只80级嘛，变成重复警卫弓、警卫矛，我可以合子变的机会。不要求合中，但就是有这个机会，这是一个玩天堂刃的一个目标嘛。你有曾经合过子变，还是没敢的尴尬啦。再来第二个里程碑就是我想要把防。以我的玩法，我想把防撑到140以上。那目前积极的保魂是收藏品，我刷来加加减减的氪金啦。这部分爱完成，这防扣一，啊，这嘛防扣一，哦，水晶甲跟水晶手，这个部分买防扣一，还有异阶系列的装备。这两个入手之后呢，外防了137啊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之前早期没有先存的，哦，我先做命中跟加回，所以我这卡慢，所以我够三个，这样就138了。138之后呢，其他可能就是等存变身币啦。那这个可能就比较慢，变身币要你要存到70万，目前才7万多而已，7万4，所以未来的存变身币也是一条路。再来就是还有一个方向，这刚是第二个嘛，防变140。主要装备分享一下好了，装备其实都是过一、过二、过三，然后视频其实一直以来你们都知道我还蛮欧的，没有花什么钱。哦，耳环双耳环加5祝福的，戒指加5防戒加5的，啊，徽章是加6。再来武器的部分的话，我就只有魔短加9。祝福的跟一把加8的收祝福的雷雨，还有一把主要就是冲晕的这一把三阶加7的红骑士巨剑，这个冲晕用的没什么功用。就安呢啊，第三目标是我想要改变我这个腰带，这个腰带因为这个腰带是扣一防啊加30血。哦，有一个腰带袂歹，但是这嘛是需要时间去累积的，就是这个巴兰卡腰带，这个是加50的血，啊，红靠一负重加1000，它要取得不难，但是需要时间去磨。
哦，因为英雄制作秘籍它是可以替代的，可以用魔兽君王印章十个，等于说你要打一万个，一千个可以做一个嘛，那一万个可以做十个，啊，这个材料你可能要存一下，再来500万，再来最高原石，这个都好取得，这是我第三个目标。啊，未来应该暂时先安尼啦，看后边是安那嘛，看书板书。啊，黑棋上的话我会玩，不是玩分就是新手分享，要不然就是到时候龙棋喂给黑棋暗棋啦。那到时候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我来这边做交流啦，因为阿宽直播嘛是16个月啊，啊嘛还蛮辛苦的。那接下来也要跨到，因为我订阅量确实是很慢，但是我也努力在开台，但我相信这些东西，我说实在的，有人介意的，有人介意，无人介意的，无人介意。啊，我嘛是长期足感谢恁遮的朋友诶，拢一直来搞支持。主要是因为我是做大夜班工作嘛，对。那未来的方向当然是希望自己更好啦。主要现在也有在直播抱抱王，啊，抱抱王可能就是只有休假的时间直播完天堂刃才会开抱抱王。那有开没有？如果假设没有开，就是人伤忝嘛，在睡。因为你也知影做大夜班的人足忝，啊，这段时间其实足感谢足侪人的啦，感谢不尽啊！你要说要感谢谁，点出名字，如果没有点到的人，哎、欸，尴尬足对不起的。我只有讲我足感谢大家。那未来我就不赘述太多了，我希望你们都能持续的帮我加油打气下去。我影片下方你们都可以留言打气。那再来就是我这个影片下方呢有两个连结，一个连结就是猫咪的，然后一个的部分是阿红吉星，他们两个是我还蛮看过蛮认真的实况组。那如同我都要直接讲诶，坦都要头前讲诶，讲直播这种物件，你有特色无特色，有人看无人看，其实一出来你就知影，所以有的人直播足久诶，足辛苦诶，就是每天咕啦啦做咕啦啦直播，就是无人看。但是有的人他就是一炮而红，一直播就是一堆人看。那这个没办法，因为这个是每个人喜好所选嘛。你嘛袂当去强迫人讲一定爱订阅安那，但是阿宽希望恁会当帮忙这两个改你甲1000订阅啦，因为只要有1000订阅，就可以跟 YouTube 建立一些合作关系，然后他们直播起来也会比较，至少直播有盈利啦，有开盈利之后，直播的感觉比较不一样。接着就是，我觉得出外靠朋友嘛，天堂刃那么多实况组，如果都能连成一气，这个游戏不就是永续经营的概念吗？每个时间都有人看，每个时间都有人直播，每个时间对这个游戏的热潮不会退啊，就麻烦大家帮忙一下啊，阿红之声，还有猫咪 PN Lady， 多谢大家啦。啊，有啥物话要甲阿全讲的呢？影片下方拢会当讲，那多谢大家啦。那应该嘛，无啥话通讲，够啥话要讲？我想看嘛，够啥话讲？好啦，因为接下来可能会出一单去用收藏品，所以接着你们会看到我应该会出一单，所以我的消费金额应该会破30000的。谢谢各位，感谢再感谢啦，啊，多谢大家。如果说很喜欢阿全的话呢，再麻烦各位分享，就是像这个球球的图案一样，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多谢大家，感恩感恩，我们下次影片见吼，各位拜拜，再见。